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我姨还有我姨夫，去吕家营给我爸、我舅、我婆婆他们要去送东西。然后他们不知道是在哪个口送，也不知道那个现在画的那个区域应该怎么写。然后刚才问我们呢，我们俩现在也过去给他弄一下。正好我们好久也没见面了，只能借着这样的机会见个短短的见个面。现在去那儿去找他去。姨，我给他学这个东西嘞，学这个东西给他搁那草那袋子里面。我整了花圈，我整了花圈，这本身这跟那哥这买的这个可呀，这那哥跟他妈在一块儿，这给恁得了，给恁得了，拿着，给恁得了。俺妈也给整的馍，给俺舅刚拿过去一兜。恁舅说了，整大这我整了这花圈，这跟恁留着吧。行啊，那都不给他了，那妈会整啥呢？给你拿了点葫芦叶。我拿了葫芦叶，搁哪弄了葫芦叶？没嘞。咦，把弄点的新鲜。搁多长嘛？这给你吧，这给小黑吃，我小黑搁那走。这买的东西太多了吧？不懂。咱买了，咱一盒一盒的。人就拿了酒，要酒给拿来。那就要酒嘞，啊，酒嘞，烟酒都给他废弃了。昨天拿的西瓜嘛，西瓜的葫芦叶。昨天俺妈要葫芦叶嘞，给他送嘞，然后买的多。葫芦叶现在可贵了，我想着你应该爱吃。我回去给他哥给他衣服整那个那的葫芦叶馍，对，窝头。这衣服说啥都不能住一块儿，真是的。你要不搬过来嘛，这也这风气了。对呀。来这又安在外头嘞，衣服尽量不要住一块儿。我跟你说，有亲戚多幸福啊！对，吃完上油啊！走，啊！回吧。啊，姨夫来了，给您送这东西，你出来拿下吧。看几点不？啥都有送的。送的少就是，反正纸没有冰箱，对他没有冰箱，俺也是，也是一点一点送都是。对呀，你回来过来那吃完再送呗。天热。吃完再送，过来。没想到吃完再送。你看他们多幸福。刚才小伟说，天天给家听众不干活，还天天给他送好吃的。就好吃的，送的是吧？水果了。想吃啥送啥都是。对，排骨。那就说了，一样那送的那就是还买点那。贵的，那水果都辉煌的，买的可全乎，那就是。让他们好好享受享受。要牙膏，要酒。好好的放个假，让他们。臭豆腐。啊，咱这就是家人。家人买菜的，他还得炒。还得炒。他光吃现成的。对，他就吃现成的药。这那药给多多买的，他给我留了私心，我留了一块。钻石的，啥钻石的？高英慧多多管，一根药汤我没给他买，他现在天天换牙嘞，没给他买。给他买就棒棒糖啊！高英慧管。看看谁的鸡蛋。哎，这里面大姐，这有个牌子，有个名吗？那就算了，你给我别拿出了。啊，行，我给他了，好，再见。现在他不是都回不去了，这啥舅嘞？这是恁爸嘞，那个爸，那个老丈人。这个新留老二舅，这个恁舅嘞？啊，俺谁去的？那米纸袋儿，恁那个鸡袋是恁嘞，那个鸡蛋透明那个是您嘞。对。嗯，那个有点儿。对。啊，行。行，那光呢？好了，倒了那鸡蛋。就点到这儿了。继续是吧？这车到了，往那个往北边一来，这个车都卡住了，不让进来。还没都捡这一面儿，送东西只能捡这一面儿了。